你真够假心嘛！阮翁有甲你丢写遐斗相共，去设计蛋糕，去骗人来钱无？这，你上知影啦？你要卡油钱嘛，唔通用这个步数。林太太，你是唔通乌白讲话哦。灿纯，你有这个想法咯，就算讲我唔借钱予你哦，嘛无人敢讲话啦。阿豪啊，请伊出去。是，下。我无啥物想法啦，小奶奶。 我就是求你同情我，我若不是走投无路，我袂来救你。我的囡仔已经病到安尼，我需要钱。如果你帮忙我，你是救济我，做一点仔善事，安尼你敢找袂到？袂赴啊啦，为着要保护阮金华来的面貌，我绝对袂当予你哦来假神要讨钱要吊伤阮翁啦！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 我来请神仙来哈，阿祖，我来去，我赶快听戏，我赶快闹腾。小奶奶，你安尼是好苦嘞，你安尼听，我伫咧闹腾，阿祖伊请神仙来啦。阿祖，阿祖，你若是为着我，你都去灶脚，去灶脚找药摕药来，去，是咪倒去找啦？在厨房的碗柜上。 是要害心理用的，想不到自己却派上用场。小奶奶，安尼唔好啦，囡仔是无辜的。自细汉，我听我阿妈讲过，人是来投生的，唔是来投死的。你安尼做，是要残忍啊啦！我残忍，我若是把这囡仔生落，那才是残忍。 孩子应该是在大家的期待之下出生的，他的父母是仇人。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仇恨之中，那他将来肯定又是另外一个为非作歹的张金元。这种痛苦才是残忍的。你这样，阿祖，你若是真正为着我好，真正关心我，你就叫我回去走。 是要恁，我惊恁咯，连你都落无名呢。上好是无名。小奶奶，你袂死的啦，你若死，会做做人为你伤心的。伤心是一时的。
时间会冲淡一切，久了大家就会忘记我林玉清。小奶奶，你别这么伤心啦，代志总是会解决的呀，你别想遐多，我往欢乐去，反正是好去。别再讲啊，我不愿意恶果报应在我无缘孩子的身上。阿珠，把药端来，你放心，这个药喝了不会伤害大人的。咁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好了。玉清，你想害死我的小孩是不是？阿珠，你竟然敢跟斗三工，够老仔你！是我叫他做的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你有本事你就打我好了，你干嘛拿一个小孩出气？这次不成，下次我还是会找机会的。玉清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要好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吗？你不要异想天开了。阿纯他不会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。不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难道你还不明白我是真心爱你的吗？到现在你还说这种话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玉清，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利用你，可是到了最后，我看到你为了我义无反顾和天生反目，我才爱上了你。我知道阿春的出现让你对我失望，可是我为了巩固事业的基础不得不靠他，我跟他的关系只是情义，义气的义，谈不上爱。玉清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呀。要是不行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玉清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这是我们爱的结晶啊。只可惜你做得太绝，你做得太没有人性，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。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玉清，玉清，你不要这样子吧。玉清，玉清，玉清，你干嘛呢？玉清，玉清，你听我说，玉清。别你看，你看，啊，油头革命啦，你莫心头放我较开的。你就是这么古锥啦，头壳这么简单，无烦无恼，所以才会这落跳。啊，人讲天公疼戆人啊，嗯，啊，食好肥肥啊，结果推推，啊，日子嘛是会过啊，哦。来，这边，来，你坐啦。来，阿母，你是会对我作对？原本以我若归心了，必定来替我照顾天生的家长。唉，这个金元啊，若一天无拄，我都行袂开脚。这边你讲讲，莫阁讲啊。阿爸。哎，什么？阿姑啊。哎。阿爸，我赶紧上班来了啦。阿姑啊，我马上回家哦，哈。哎呀，你还无教我吃啦？
免啦，你穿落去边食好啦。去边？山顶哦，我食过无去啊，我惊遐我搞啦，啊三只马吼，啊叫三只土鸡吼，拢无人饲，我惊伊叫，伊叫枵死呢。我看我也是等下山顶看卖一下啦。吼，我来去哦。吼，去边？我去边只拜托一下。啊，无你顺行呢。好。进来啦！进来，你看，好辛苦。哎呦，这个阿公小个子，哎呀，心灵啊！嘿，哎，天生啊，家中有去找到迄个蛇啊，教伊迷信啊无啊？啊，袂啦。这张金元哦，设计的款度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来甲解决。我嘛足烦恼诶，搁剩三工尔，卡叔讲哦，啊无我着按时间交货哦，爱了遐侪钱，啊毋知要安怎较好呢？啊，有一个人会当甲咱斗三工。啥物人？迄个叫做林敬义啊。林敬义。嘿啊。阿爸，伊即摆咧互人关，伊敢要甲咱斗三工？啊！你无去试看卖，变来知啦。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今日讲讲，拜托你，你替我去甲医生求一下，叫医生甲我去来看，等我落钱，我就慢慢来养伊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。太太，这跟医生讲也没有用啊，这是医院里面的规定哦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子，医院就不用开了。我苏小姐，叫老师应该是你做医生的就有。是我囡仔在我身边生长两代，是你啊！你叫我要哪活落去？你同情我可怜我，你给我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我叫我多少钱啊？你头讲有够？有够，有够！多谢你，救这个世界，让你做好心的人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好水姐姐，我有钱啊！进来，你叫你醒来，拜托你。一点我心内伤心的所在，一生牵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天星啊，蛇啊，找有无？啊，古巴当的枕头拢我放偌济哈？尽量挂啦。阿母两只脚无方便，不但袂用去照顾恁老爸，阿无我都甲你斗三工。唉，实在方足着急的。阿母，这也免怪你啦。我是感觉心肝内足郁卒的，奈见做啥物都袂顺。阿中敢无办法？阿中还佫伫外口咧走撞咧，阮几落工无睏啊，啊，阮是小轮班安尼，毋只有他当个小休困一下。阿母，天星啊，蛇仔找着了未？市面上足欠货的，着来看阿爸，阿爸安怎？你有等伊鸡汤啉完才佫转来无？我足惊伊讲哦，恁阿爸。为着无爱，予咱踮个夜城区顶开收济钱，安尼一顿哦当做两顿伫食。有啦，阿母，我有照你个交代去做啦，你放心啦。阿爸即马精神袂歹呢，啊，不过伊做烦恼天星个代志，伊佫讲哦，叫我去找林敬义啊。心莲，啊，你是讲对啊？唔对？阿爸叫我去找林敬义，你是找伊是要从啥物？这根本是无可能个代志嘛。本来我嘛认为讲无可能。后来我想讲哦，伊即摆予人关，受着惩罚，反正伊会悔改，咱会当试看卖咧啊。你是有够天真的，你想我一个人予关过，对解过自信心？若是安尼，哪有遮尔啊侪迄种一直犯错的累犯？天星啊，你爱相信人性本善啊。阿爸的建议哦，反正是一个好办法啦。恁查某人就是安尼啦，拢想想遮个遮尔啊无实在的代志，我看也是要靠家己啦。天星啊，话袂用你安尼讲啊，总是爱试看卖，啊无钱哪会知？
林静怡，不偏。静怡。阿桃。你受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哭过了。啊？孩子病了，我没有钱让孩子去看病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有关钱的事，你找张金元拿嘛。你看错人了，张金元根本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孩子病了，我去求他，他居然见死不救。你以为他在乎的是你啊？他在乎的是你坐牢，怕你会连累了他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的，张金元在钱财上一向很大方的嘛。以前也许是。现在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叫阿春，就在他身边做兴风作浪，不一样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做朋友？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有什么不可能？事情都摆在眼前，你还不相信？我会拿小孩开玩笑吗？要不是我在医院碰到一个好心的太太。他拿钱帮我，孩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张金元，我为你入狱，你竟然把我太太儿子置之不理，太可恶！林静怡，够让人来回去啊！白心莲，哎，是你？你是？是他。就是他在医院拿钱给我，是他救了孩子，就是他。白心莲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老婆救了我小孩。你来这找我有事吗？林先生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我知道是个不情之请，邱老板让你入狱了，你一定很，你一定……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张清源他的嘴脸。跟你们接头的一定是王坤，王老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他跟张金元串通好害我们上当的。这个人极端的现实，头脑非常的灵光。张金元没有做过纺织的生意，不懂门路。据我判断，外面断的货不在张金元的手上，一定还在王坤的仓库里。那有没有办法从那个仓库把那批货给骗出来？有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哦，老板了，哦，老板了，好久没有来了，好，你们请坐，请坐，来。这边，王老板，今天要写点什么？老样子，多打小气要提上这边，你要先去灌奶。好，小林啊，啤酒一瓶啊，快点。桃哥呀，我可不可以救啦？桃哥呀，我可不可以救啦？我去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洗脸嘛。来来来，洗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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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洗脸啊！你八卦。刚差不多拢这个时阵来吃恁两杯啊，对吧？你哪知影？我当然知影，因为我常常看到你，所以有在注意你啊。真是的啊！真的啊！我看你这个班啊，一定是大头家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坐座位。我请你两杯，来来来，来来，你嘛，来来来，好啊，咱做伙干一下，来慢慢干，太灵气，来来来来，啊啊，来来来，我请您喝。得嘞，开干了！啊，你真傻！哎呦，我大概就
么人啦？上帝啦！哎呀，卖水单啦！哎呀，我要去啦！哎呦，哎，哎呀，都跟你讲没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也真好打嘞，连我某你也敢哈？伊是恁某？哎，无啊，无啊，伊是食酒醉。啊，我啊送来只天光尔啦，食酒醉你啊送来房间尔啦。哦，安尼我咪食落来哩尔哈。哈哈，别啦别啦，啊，我来走。哈哈哈！哎，歹势啊！哎呦！哎哎哎！哎呦！啊，你是因？我因大兄啦。啊，因大兄。嗯。啊，你是因？阿姨。啊！你阿干嘛？你对你安怎？啊！金总，有对你安怎？有对你安怎？哎呦！哎呦！不了不了！啊！不啦！对我讲一挂不三不四的话，啊，搁对我卡来手啦！啊！怪我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你不干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你干嘛不？你干嘛不？哎呦喂！不干呐！够够！今晚到底发生安怎？我陪你嘛。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，你要赔哦。遐不过，阮是不爱你的钱啦，阮也买你所囤的鞋啊。但是阮袂占你的便宜，照价甲恁买，好无？紧啦！啊，那歹钱，那要花有鞋啊赔呀？这你免管遐济啦，你是要答应啊？假使讲你若唔答应，我就报告代理。不，你讲又怪两家糊涂哦！你你来嘛，无爱错个，互你无毛你知？无毛话你。别个错啦，我陪你嘛。哎，这个叫错的哦。那是因为你家己穿乌裤来红跳的啊。这。来，天星啊。啊，这几天你也睏无好势，啊，哪会唔加睏一下啊？哈，阿母，但为着遐死仔的代志，我烦恼到变来睏会去啦。天星，天星啊，有死仔，有死仔呢，有死仔，哪有可能？是心莲啊，心莲去找林静怡斗三工，林静怡出着主意啦，伊家己哦爱设局，让迄个骗咱签约的王坤啊。甲伊超工转过来，发蛇啊，吐出来卖咱啦！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心莲肯去饲。天星啊，以后千万唔通看鸟无点。这摆哦，佳哉是恁阿爸哦，伊想到这个办法，啊，心莲哦，一直叫你安尼做。伊还佫有哦，心莲连五百担迄个枕头都拢解决了哦。啊，唔是讲迷信无够，会看袂出来。心莲哦，去找厝边头尾啊，有迷信的邻家厝，总共25户，啊，每一家哦分20担。安尼做都有够啊！而且哦，可以发动伊较早遐姊妹仔伴来斗做，有爸阿妈伫最后期限交会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新年安尼这么苦心，新年是足可取的。
阿春啊，还是好未啦？好啊啦。哎，你来穿到这输啦，连输要去念香的。本来就敢若要参加告别式啊，今仔日敢毋是陈天生甲蔡建中上尾的日子？这摆我要还死甲真歹看，而且我好好甲哭死一下，哭死甲无间老体面。行。啊，张先生，你们要出去啊？经理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。经理啊，你来是要甲阮讨贷款的呀？那笔钱你们拖着不还太久，我的顶头上司天天催我。所以，哎，就这一点钱催成这个样子、啊，我还有很多房地产没卖。最近我有点周转不灵，你可别太现实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只要我一出门呢，不要说还你们银行的贷款，再加十倍的钱借给你们银行都不成问题。看看这份契约书，快点叫！已经完了。阿顺，阿顺，行，不要紧。你是要来求我的？陈天生啊，蔡建中，这生理场是无咧讲人情的哦。要若无，阮了去遐的钱是要安怎赚倒转来？经理啊，你讲对唔对？是啊，讲阮是要来求你。哼，啊，看恁两个目眶红红哦。都知影是因为花交袂出来，两个咱做伙哭过啊，是无？张金元，你免想得意，阮是因为哦。天生啊，免甲伊废话遐尼济啦。等人到才讲啊。等人？你要讨救兵哟？无路用啊啦！这白纸写乌字哦，写甲清清楚楚，咱就照这合约来行啦。少爷，王正林来啊。哪里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一块去公证，公证陈天生、蔡建中他们违约。违约？没有啊，今天一早上陈先生和蔡先生就找我去验货，我验到现在才回来。这是验货单，布料三千匹，枕头套五百打，确实无误。你看，你说他们如期交货？对啊，张金元，今麦应该真清楚，我唔是要来求你，我是要来讨汇款。啊，你唔是讲白纸写乌字，那呢，咱就照合约行。哎，这还钱有先后啊，张先生，你要先还银行，你那些房地产，我看还可以抵押还钱。张金元，这汇款一线都未用减，无唔对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陈天生，你哪有法度如此搞坏？应该感谢你的好兄弟林建义安怎教阮教的。林建义，阿春啊！松快，松快！对啊，对啊！阿通，阿通啊！老夫人啊，你唔知影哦，迄张金元知影讲阮连交费了哦，安尼气到一个面哦，青顺顺啊，臭煞无当场吐血哦。阿母，你都唔知咧，阮拄入门的时阵哦，金元那是偌臭屁的，你知唔？吼，讲啥物，讲阮是要去甲纠正的啦。看迄种模样哦，我足想要甲剥咧，好到早阿中头阿舅咧。阿爷阿春呢？伊是母娜足生气，那迄个哦，上好气要死啦，世界上吼才拣一个歹人。是有啦，不过我唔知影哦。迄张金元哦，知影已经无在调了哦，结果甲阿春啊歹面相看呢，唔知阿春啊做唔到什么代志。啊，迄对翁仔某只敢若讲利益，啊了遐侪钱，当然会歹面相看。这哦，叫做一个娶了的骂一个欠债啦，教教教，骂骂好啦。阿弥陀佛，菩萨有咧保庇哦。心莲啊，点一个阿香，咱来写信一个。好。这叫是你介敖，
啊，即摆，哼，真正是目睭金金人相中，要死也袂转开。今仔落这，你也负上大的责任啦。想要好个，改变去食。我听你教你拍下上啦，负啥责任啊？你查甫囝呢，讲话敢若软脚下嘞？我较早甲你斗相共，你哪会甲我感谢？你若无我阿春哦，你怎会当甲做管家啦？你讲话放个爸爸，你半世孤芒打你。你毋捌听过哦？野淫野吼，唔通野着请查某啦。哼，查某较请，放尿敢会蛇变？我听你咧西讲海死鬼啦。我咧是真正食嘛唔惊咧，啊食怕袂听。安怎？安怎？啊你真正起脚动手无你啊？你一个无够死，半个阁歹做阵。小妹啊，有甜无？有甜吼？哼，袂歹。嗯，小妹，加较慢嘞啦，我坐着啦，我坐着。我四个脚啊，吐吐出来嘞，啊！你怎会哦？我叫先生啦！啊！啊！妹，你真袂地好地，我地走的。来，坐坐坐啦！给你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这个病啊，已经无望啦！你叫医生来嘛，无路用。我少年的时阵，罪孽做太多了，会当活到今嘛，已经算袂歹。我是咧烦恼讲，若去有手机啊，甲囝儿媳妇知影，讲我这病已经无望，因一定会足伤心。阿母。这边安怎？你千万唔当混在，唔当混在讲我的病症严重，吼。好啦。你别讲话啦。阿爸，阿爸，你看好无？好啦。阿伯，自从你通知秋风，带我倒转去了后。我一直无机会通来甲你说多声。那段时间，你遐尼啊照顾我，佮无管一切来解救我，你的恩情哦，我一世人拢袂甲你放袂记。也佮有哦，我今仔日是要来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。我已经知影，我伫听阿舅阿公，恁大家拢安尼同心协力，甲张金文比倒啊。对啊。这囡仔吼，实在是足强的啦，尤其是新莲哦，伊足认真嘞呢，去厝边头尾吼，招一挂查某人转来赶麦秆，看了足感动的。真的哦，阿母，你帮我帮忙，这拢是大家的功劳啦，尤其是阿爸，若不是阿爸叫咱去找林静怡哦，今仔日哦，咱大家人就爱伫遐油头革命，虽然迄张金文甲咱创敌啊啦。这张金文应该要家己好好觉醒一下啊！啊，若无，到尾会逼到家己走投无路，神仙都无材料家救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老孙祖的同事，我姓王。王大爷，你做什么代志哈？有啦，我来通知一个好消息。银行哦，已经开始查封张金元的财产啦。真正啊，提醒，那呢吼，咱要趁着张金元即马新光火都走投无路的时阵，进行下一步的计策。
对，何金元啊吼，紧收着伊应该得的报应。你点我心内伤心的所在，一生深深的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哎，老大，你们怎么？酒真好。哎，老大娘，这酒菜袂歹哦。你那个朋友真够意思。我等下吼，爱好啊感谢我那个朋友啊，伊知影我煞来这哦，有人喊我做伴的，所以特别传这酒菜来甲恁庆祝的，对不？哎，奇怪，对面牢房又没有来新人。你怎么会跟我关在一起呢？两个人哦，总比一个人较好啦。你莫想遐济啦，来来来，咱加饮一挂啦。饮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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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关进来好久了，没有喝酒，两杯头就晕晕的。哎呀，酒醉了酒醉啊，反正无代志做嘛。来，一杯，最后一杯，饮好打落啊。真的？真的啦。不行了，别客气啦，大家对。哎，头晕晕的，哎呀，不行了。我真的没有力量了，头晕。干嘛在酒醉？啊，真的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啊，哎呦！老大呢？哎呦，不行，不该拎了。我懂，全身无力。梅西，你干什么？梅西，啊，要干嘛？干嘛来搞的？三金别叫啊！三金，他是我好朋友，他不会杀我。嘿，你去干龙眼门了，走了。哎，来，走了，来，去，去开门。叫金元，叫我你死！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，你出面叫金元，叫金元叫我你死啊！张金元，你好狠！我帮你这么多忙，你还叫人来杀我？科长，我要揭发他的阴谋，我要翻供！好，阿母，咱警察已经将伊甲金元啊勾结的代志拢完全写出来啊，咱大家要出头天啊！你欢喜无？欢喜，我当然欢喜啊！天星啊，那安尼，咱是不是咱去中金玩啊？无需要急啦，咱来一步一步来。有这份口供了后吼，明仔在伫议员推荐会上，要让金玩啊满面全豆花。嗯，这声吼，中金玩啊有空吼，伊嘛要弄落去啊。对啦，咱即摆来通知厝边隔壁，叫大家拢去参加。明仔在要让金玩啊吼，足歹看的。阿公担心阿母会配了三百五。对对对。过了三班哦，俺就难寻啦。嘿，阮迄个阿春啊，是有到三班的，啊三班阁无声无息。也毋过，我哪会是难寻翁？我是有到成功的我。你哪有话成功啊？啊，你的成功哦，哪有我的才情啊？对啦，我若才情哦，俺就轻盈啦。那安尼吼。今仔是咱地方上推荐议员候选人的大日子，啊，无你去啊？啥？你叫我去哦？我的面仔你是要哪去？早起起来哦，一个照镜，嚣英哦，敢那叫火车落着？那安尼吼，以后就较莫烧宝嘞，莫搞乱。假使今仔议员推荐会当过关，到时阁会当顺顺当选，那安尼。银行催讨贷款的代志，咱得用利用关系压落来。啊，顶帮木材甲纺织损失的钱，嘛会当为别个所在赚倒转来。赚倒转来？对对对。你是要创啥？你看啥？看今日好日啦，歹日啦。今仔日是旧历七月初二。刚好三十三岁，啊，就你啊？我。你什么所在啊？先锋庙口啦。先锋庙，先锋庙是咧南平咧，南平，嘿，啊，煞南咧，啊，你敢通去啊？啊，你是咧讲啥？这袂准啦，袂准啦，哎，看咧。你唔通唔相信哦，有山就有水呢，有神就有鬼呢。这哦，吉凶未有，先有条呢。啊！天哪！哎呦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小马啦！啊！不是！啊！别乱来，别乱来啦！这哦，吉凶未有，先有条啊！啊！出来，拢是你！对啊，对啊，这边过来啊！
你有没有感觉？哎呀，吓死人了！对啊。哎，潘老板，那个匾额又掉下来了。什么的又掉下来？我是叫人先摕落来啦，要搁换一块较大块的。啊，若到时当选哦，再搁换一挂什么众望所归啦，为民凹舌啦，哦，有求必应啦，地灵人杰啦。什么在讲地灵啊？地灵是人咧看风水咧讲的，我白讲你。呸！你是咧讲啥？王爷，啊，今仔推荐大会，我的代志无问题啦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们夫妻俩的脸怎了？这，无啥啦。啊，都，阮两个翁仔某吼咧预祝当选，哎，咧啉烧酒，还是伤过欢喜煞，去弄着点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一下，走了。阿孙啊，有，咱谈过来啊。哦，那咱都好，干了去。王爷，请。走。你去办你的代志，我就来办我的代志。今仔日玉琴无靠山，我都唔相信伊囡仔保会住。你惦我心内上深的所在，一生深深的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等这久，真等就是等这天。假使若不是我脚无方便，还佮有阿弥啦，我一定要来看迄个精神的下令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有咱迄张金元哦，佮安那艰巧哦，伊嘛逃袂过今仔日啦。因为哦，愈艰愈巧，愈贫穷，艰艰巧巧，天不穷。阿母，我小等下转来吼。我来给你报告啦，看金木兰是安怎受到报应，我会讲给你知影。阿忠，阿忠，你拢看好啊是？一切拢安排好势啊，人嘛联络好啊。赵金华啦，以为讲伊今仔日推荐会啊，一定会赢，唔知影咱会来一招啦。对，咱今一定爱甲赵金华甲电火金试试。好啦，起来讲。感谢你哦。好啦，好啦。琴啊，你是要从啥？你不是讲你巴肚内的囡仔是结症，趁今仔日金华拉无滴的吼，无人跟咱作对啊！我现去替你将迄囡仔解决掉，解决掉，快点，小心！